来看，伊原是这政治方面消息，这边金洞新北市的这参选人，啊，就是这蔡英文，而且公布了伊的竞选的团队，是由这前行政院长尤锡坤来做伊的竞选总部主委哦。这蔡英文来强调，讲新北市的选举不是一家人的，民进党派的是这团体战。啊，对着这件代志，这国民党的主流人士表示，会当这基层行透透，确实较重要的。蔡英文竞选团队成立阵势真大，并显出团结的气氛。本来想要参选新北市长的尤锡坤加陈景准，另外一个是蔡英文竞选总部的主委，一个是奥运总会会长。我真乐意接受，因为我感觉台湾较重要，民进党较重要。伊团队也整合着地方民代，前两位赵永清、王建林负责进攻中英河山区，李建贤是主攻淡水，三年无选举的立委于天林秀君也拢被提来担任蔡英文竞选总部的副主委。另外，前文建会主委陈孝秀担任业务总干事，准备要协助蔡英文加新北市打造成这文化艺术之都。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蔡英文，我们有十几、二十个蔡英文在跑，所以。所以朱立文先生可能要他一乘以二十才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规模。面对蔡英文拍团体战，国民党新北市参选人朱立文讲：“伊唔惊，定来基层基层才较重要。”我们希望由下而上，也就是从各个村里到各个社区，以及我们各个乡镇市，最后才是竞选总部。朱立伦议员强调，会一步一脚印去走基层。伊讲，除了由村里乡镇长来斗相共互选以外，台北县长周锡伟也协调社区大脑来支持。伊认为，国民党由下而上做好整合，更加当以后的展现团结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